你买呀，六百块。哪个？这个。这个300块吧。红哥呢？这个卖多少钱？那个。啊。200块。100。实在价。啊？100拿不到。 多少啊？150。你有没有见过这个机器？看一下嘛。嗯，对。村里的就多。村里比较多是吧？这个砍割的，我还真的还没见过呢。哦。很少，有的见也不留意。嗯。好嘞，谢谢你啊。 喂，妈咪啊，我呢今晚可能要夜市少少，翻得到咯而家。我啱啱先至去医院嗰个柜事。哦，咁你想六六咁悭翻啦？你又知做咩啦？你走去搞掂到嘢。系啊，唔，拜拜。拜拜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 呢輪啲機仔多唔多啊？冇多嘢咯，啲垃圾雜。嗯，呢部好正，好新淨喎。都可以啊。嗯。收咗翻嚟有幾耐啊？呢部機啊？呢部機仲冇幾日嘅。嗯。不過好新淨。出唔出啊？呢部喺度玩下先啦。係啊。 因为以前咧，我哋我都好中意呢啲噶嘛。你有冇怀疑啊？佢当时啊，连警察波段都有买喺度嘅。好似。航空波段啊，警察波段啊，咁呢啲咧就系以前咧，香港啊啲鬼佬啲。从文化了要做保护性收藏开始呢，就有点疯狂的去收集这些东西。60年代好似未有呢啲机啊。有。我需要把这些东西保存下，把整个历史收藏起来。 日后有机会的时候，把它重归社会。1、2、3。 小心啲，因为入边窄啊！我们现在这个年代，收音机已经被收藏到博物馆，成为一种欣赏的藏品，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。